阿布拉罕。阿巴罕。细佬，呢几日落狗屎落到扑街，嚟紧大日就应该好天噶啦。等我哋约埋圣母军班杀女，死去六十元。Dusit。Dusit。柏南五马路。ถนนพระรามที่ห้า Rama 5 Road ลอสซาตงมัดยืนสวนสัตว์ดูสิตดูสิตซูไทโลฟูตายมองแสบอสโกตอบไซโกไทโล ฮ่องกง人始从荔园执捻咗之后都冇动物园玩啦好久多香港人都按居居以为荔园系香港最早嘅动物园实在完全是错。阿布拉罕，阿巴罕，细佬，香港最早的动物园是哪个？虽然我哋都唔能知，事关我哋是泰国人，点能知得咁清楚？不过在佛历2447年暑假，响扶桑已经运过好捻多盘树嚟香港跑马地御园，仲清埋条老白头嚟打理。嗰啲树有松柏、藤萝、丹枫，其中丹枫系第一大移植嚟香港。嗰时已经有个大雀笼叫做百鸟巢。Bosco， 博细个大佬，响佛历2459年暑假，跑马地御园正捻咗一个动物园，叫做众生相。位置响明信片显示人造自来血高白果堂楼梯上去嗰度。嗰时有老虎、金钱豹、红人、红雀、海丑雀、鳄鱼拉埋大蟒蛇。阿布拉罕，阿巴罕，细佬，收尾。佛历2466年暑假，北角英皇道名园又整咗百鸟巢，又有个动物园。入面有老虎、红人、鸳鸯、梅花鹿、蜜蜂、喇嘛捞仔。总之荔园一定唔能系香港第一个动物园。